人家投认妈妈，就是你妈妈，是她是零，说拎就拎出来了，太厉害了，我都不敢抓。哇，农场小霸，他父母的观念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家在我童年时期是一个农村到城市化过渡的一个阶段，所以你也经历过农村。前半段是我长大以后变成在城市里生活了，但他们的思维是在农作物里出来的，然后他们的理念就跟 Lucky 是一样的，你什么事情你要自己来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妈妈的事情帮着做。哎呀。我还是蛮喜欢在 Lucky 家这种氛围，就希望孩子回归自然，学会在大自然里面奔跑，而不是在一些人造的一个水泥之间去冷冰冰的相处了。